阿林哥。喂、欸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想。我还没有化妆哎、欸。哦，化好了，化好了。就是我想吃的时候。通常我时时刻刻都想吃，我的喜怒哀乐都在零食里。以前就是乱吃乱吃，现在不会吃那么多，可是要吃到都是好吃的。我觉得过年一定要有糖，贡糖啊，酒糖。那我现在比较喜欢喝茶，杏仁茶啦，面茶啦。现在喝这些古早的东西，反而很回味啊、哦，然后很时髦，做出新的。这个零食或者甜点，如果能够跟一个这个啊，在江湖上已经很久的老品牌，然后一起创造出新的元素来，古早新滋味，我觉得这是我梦想中的零食或者是甜点。我本身是一个无敌零食王，真是太帅了，是不是？是。